领导，领导，领导，各地人长，帮他要容貌容量，帮他要龙背龙黑三亿，阿周领导大成功。又是人间四月天，又逢山花烂漫时，春风送喜来，欢歌满山城。今天我们又相聚在阳光下，在歌舞的海洋里共度这美好的一天。苗族人民的盛会四月八，由中共关岭自治县委、关岭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关岭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关岭自治县文体广局、关岭自治县旅游局、关岭自治县苗族学会承办的苗族四月八风情节活动即将开始。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出席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同胞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县政协和全县33万各族人民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各位领导、来宾、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帮助、支持关岭经济社会发展的各地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我谨代表贵州省苗学会向这个节庆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县苗族同胞和父老乡亲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我们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性的伟大民族，我们苗族和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的四月八活动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祭奠我们的先祖，祭奠我们的民族英雄，用以发扬广大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精神。同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使我们沉淀于民族民间的文化得以不断的升华，成为我们民族地区的一道风景线。这几年我们贵州省开展了绚丽多姿的多彩贵州活动，我们苗族的风景、苗族的文化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我们的民族风情已经走出贵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关岭的苗族民族风情既有自己的特色，既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关岭自治县的领导紧紧抓住开展四月八的这个活动，来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和自信心，来开发我们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相结合的理由，进而促进我们的经济社会实现跨越性的发展。大家可能还记得2005年我们省委的老书记、我们党中央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
来到贵州和全国人民一起过春节。他在贵阳接见我们省里边领导的同志，向我们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说，贵州的同志要有志气，要有信心，要用好机遇，抓好机遇，努力实现贵州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至今他的教导犹如在我们的耳边，我们要认真贯彻传达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我们关岭县要在关岭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苗族同胞和新疆民族的同胞要紧密团结，像一家人一样，共同为落实中央的指示和中央的号召做出我们的贡献。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经济发展、生活宽裕、文明、勤劳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认真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迎头地赶上去，要把我们关岭的自然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为促进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又快又好，使全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最后，我衷心祝愿这次活动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祝愿我们的关岭县繁荣兴盛，全县人民幸福安康。谢谢大家。我宣布关岭自治县2009四月八苗族风情节开幕。为什么我们要说自己的语言，穿自己民族的服装，传承自己的记忆，遵从自己的习俗？因为我们是苗族。为了强不要害被杀罗，为了强不要让被人平，只为张马驼子，只为被弄别和安梦。下面请大家欣赏百人合唱我们的名字叫苗族，掌声欢迎他们。
欣赏黔东南州环平县苗族协会为我们带来的芦笙合奏铁路修道苗家寨，大家掌声有请。
很高兴。谢谢各位听众，广北话文博，各大没各大，地地车马梦听，各大呢，就这海洋的马海一张，哎，地车被多啊。
大把梦中下来，背车背多啊。各地鸟中我走，我走。江里都闹熟了吗？
这里，锣声飞扬，激情荡漾，展现了新一代青年男女的风采。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资金县苗族同胞为我们带来的苗族舞蹈《赶花坡》，掌声有请。
们曾经走向，受黄河母亲哺育我们成长，在美丽富饶的丝绸坝上盛产着我们许爱的芦笙竹子和铜矿，我们蜡花飞扬的服装跨越着黄河欢腾的波浪，先祖们的那片热土是我们永不忘怀的故乡。月朦胧，星朦胧，牵手渡波浪冲，老幼同生死，黄河轰隆隆。请欣赏古歌合唱《黄过黄河》，掌声有请。Okay.
Thank you.
台歌。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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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歌声美吗？如果美，就多一点掌声好不好？朋友，你见过苗家的花棍舞吗？这是音形意的结合，文体美的碰撞，构成了苗家花棍舞的独特风格。庐山大鼓气势磅礴，苗女花棍英姿飒爽，红妆素裹，斗艳争芳，舞出了苗家的豪迈，展现了苗家的直爽。请大家欣赏苗家花棍舞，红妆素裹，斗艳争芳。掌声欢迎他们。
背到头，故意说朋友
Yeah.